洗衣店的万吉阿公与寿儿阿嬷原本是一对经营洗衣店的普通夫妻，但有天他们的孙子瑞夫突发奇想，让他们穿上客人送洗后没有领回的衣服拍照，没想到照片放到网上后一夕爆红，瞬间成为网络上最会穿搭的阿公阿嬷，受到不少粉丝喜爱。不过孙子瑞夫却在24日晚间发文透露寿儿阿嬷在23日过世，虽然心中感到万般不舍，但知道阿嬷从此无病无痛，他也是打起精神陪阿嬷走完最后一段路，同时他也要特别感谢这几年来陪伴他们经历这段神奇旅程大家，因为有大家才让他们一家人留下了许多别人不曾有过的难忘回忆，也相信曾经有机会跟阿嬷相处过的人也一定都会永远记得阿嬷最开朗的笑容。贴文在网上曝光后，网友们都感到相当惋惜，不过也相信秀儿阿嬷已经到天上当一个最会穿搭的天使了。Bye.